随意吧。嗨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分享一道超简单又好吃的麻辣鱿鱼，准备好喽，可别咽口水哦。首先将常温解冻的鱿鱼装盘，放入微波炉，开高火加热五分钟。或者倒入锅中焖煮五分钟，即可开吃。鱿鱼裹满酱料，非常入味，口感劲道，入口鲜香。配啤酒、米饭、面条，怎么搭都好吃。地道中国味就在杰克兄弟。